靠顶的是另外拢同款的，这是共享，而且是呢，同是人类营业都有这个共享。啊，再来，那空花呢？空花不是，空花是你眼睛哦，眼睛有病，所以呢，你向顶的时候，看到一个花影，是安尼。所以这款的演绎空花就是。咱维持出来健康甲上好，啊，这是主修，这是重修，啊，就是你个人的病，啊，这个人的病哦，叫做偏执。营业共享是呢，依他起，外境，对吧？那往往心不寂不离。而且心的部分是健的部分，哦，也是内底精神部分。那有严厉的健哦，就是病；无严厉的健哦，就是正常的。所以健分是病，健常是正常的。那叫做元辰时序。再来哦。咱之前就讲，这分别有分别心，甲分别心。什么是分别心？正款的病的这是分别心。唔是真未分别的，这嘛是分别的，空花的嘛是看分别。哦，这是分别心，这是病。哦，比如讲，我干那买，希望我囝会读册就好，有道德无道德哦，迄个不要紧，迄个啥？分别心，哎，了解了。哦，讲偷啊，反正就是做老母啊，反正伊会读册，哦，伊会读册就好，哎，就是，哎，错误的分别。啊，分别心不是，分别心就是，伊见性了，一点关的代志伊拢知影，啊，就是这款的业伊拢知。一个分别心，所以咱那有分别心，那袂使有分别心，这是正常啊，这无病啊，这是病，这是名相的问题啊。啊，你名相一个是好的，一个是不好的啊。啊，讲到这感官哦。心性的问题，你要了解，心是不既是静也不离静，内心叫性，外境叫相，就是那个性相。比如讲哈，在六祖坛经内底有讲过，到底是风动还是幡动，叫做风雨云，或是心动。那意思就是，主要是主因是伊心来，但是呢，那无风无翻，无风动嘛，无翻动，啊心该动嘛袂，
您要注意听哈、哦，是风动啊，幻动，不是心动。所以用外境来破内境。后来，那但是维克功德等啊，那么风发发心盖当，嘛被因为照进来，这个叫因缘法。主因是啥？主因是这样。见没？哎，哦，是风动啊，幻动，不是，是心动。注意，但是那么幻跟风的心感上蛮变，对，还个可变。所以音跟弦，音不是弦，但是音也没离开弦。因此，六个众生中间的关系就是这样。这个心境可以说是我们的心到外面紧，所以呢，也是可以来看作呢，这是自己，这是他人。这自己跟他人就是这样的关系。你不可以跟众生做一定的好，所以呢你也不可以离开众生成就佛道，这就不知不离的关系。有人说人就是要平等心，所以呢人要对每一个众生都要平等，因此呢他爱怎样咱就随怎样，这叫做平等。我说这不是平等，这叫随定的，这不是平等的意思。平等真正平等的意思是说人要超越，所以呢我平等对每一个人都要对我超越，这样了解吗？还要听有人把平等心的意思误解去，你说因为就是对每一个人平等，所以每一个人我们就随的意思去，我们就随的意思进来，这样说叫做平等。我说你又够空，平等不是那个意思。平等是我们了解世间法的危险，我们超越，而且平等把每一个众生都揪出来，啊，你唔知是真正平等的意思，我讲来听听。哦，你唔是讲，你讲大家平等对等嘞，安尼，所以吼，自己甲他人的中间是啥？家己要超越，啊，变作超越，用不计不离来超越。我讲来，我得力嘛。那混人都这块的地位跟主笔啊，能够种性决定啊、哦，般若空性啊，不足谁信啊、哦？对，大悲菩提心。一边是地位，一边是自卑。因为咱甲众生的关系就是不计、大悲、不离、般若不计、大悲、不离。不计的灭对顶，灭对顶了呀。哦，而且呢，我全部拢要揪出来，安尼才对。因为后来无智慧的全部对定的，啊，全部对定的，你慢慢揪出来，你都叫揪的，这悲心也发不出来。因此，般若空性是三圣的基础，共基础。
咱拄仔讲到迄个同业甲比业，嘛迄个啥共啥？共甲不共啦？共甲不共？共甲不共的意思不是，这是共。波罗空性是共三生。共。啊，这呢？不共。咱拄仔讲种性决定吼，比如讲，你要煮饭吼，你都爱揢米来煮，你唔要揢着沙，揢着沙，你种性肯定，吼，然后你种性决定。同款，人类是安怎来？人类唔是由猴子变来，人类是由父母亲生来的。哦，人类来一猴子变来也唔对，那个司法界的乱理啊。人类吼，不是以猴子来，人类是以父母亲来。他种性决定在母亲还是父亲？种性决定在父亲。因为你去到倒一国，我嘛同款，我嘛爱管老爸姓，或者是讲，恁老爸若是台湾人，就是台湾人吼；老爸若是大陆外省，就是外省籍。或者是不是西洋人，就是黄种人。那么是以父亲为主的啊，对吧？这是种性决定的。所以，如果托勒是母，大悲菩提的心，父亲种性决定的家。但是，无母亲干袂使，无母亲还袂使。安尼了解无？这波勒是佛母。虽然种性决定在父亲，但是上生啊，上生啊，母亲生的嘛，对吼。所以这来了解，这一个是主因，一个是啥？助缘。因此，不是幡动，也不是风动，是心动。所以心动是主因，但是啥是助缘？幡风是助缘。你修行吼，就是这两边你拢爱听。环境啦、优点的，你也要想。心的动吼，你也知影，免那化掉。一边是靠改，一边是靠啥？慧啊，改甲慧。人讲无改未解脱，我讲吼无慧嘛未解脱，了解？我无改变，变个，我无悔，我未改过。低根错误，因此哦，人讲空花，不知不离，灯色，再来见性，演绎啊，演绎。不知不离，见性。因为这个相是到外面。跟外境有关的，我拄仔咧分析，恁就听我，这是因缘法。